这角度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耶、yeah, ，火山爆发机，我们现在来拿火山爆发机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早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去龟山岛。龟山岛。牛栏海。牛栏海没有去过。然后刚拿了两只鸡，鸡要干嘛？吃，不然要干嘛？鸡鸡在哪？鸡。我的鸡。对对对。爆发机。爆发机。鸡鸡鸡鸡。这是我们的女神座椅。对。IG 记得追踪。欢迎欢迎欢迎追踪。这边在干嘛？在忙什么？在绑头发啊。好，反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有分四台车。昨天喝的有点醉，所以刚刚给我们的女神在，现在到宜兰呢，准备接手。待会其他我们的其他朋友待会会陆陆续续过去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准备出发 ，Let's go。换镜头是吧？厉害厉害，已经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慢慢拍帅一点。好，慢拍帅一点。养眼时间，养眼时间，养眼时间啊！啊！这一定要放上去的，这一定要放上去。这边的结尾都是肚子。这角度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我开心成这样，他很开心哎，哥他开心成这样，他很开心。你走开啊，然后一直笑。不是，我刚刚拍那个角度吗？
我要鸡翅，那个鸡翅来。火山爆发鸡，吃火山爆发鸡。只有我在认真剥鸡哦。鸡腿来一只，还要鸡头。要三零八哦。现在是鸡头跟鸡脖子。三零八了。怎么啦？鸡。三零八了。好吗？没有，他把它捡起来，他把它捡起来。潜水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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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翅膀吗？这里，等一下，这里。我要鸡腿，我要鸡腿，鸡翅膀，他们要鸡翅膀，我要鸡腿。瑞姐也要鸡翅膀。看，这两只鸡啊，你们想怎么样？那边也可以打开。吃完再吐。不要吐。好，没有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